我是邓晓文，是一名职业赛车手，曾获得中国拉力锦标赛的冠军。从小热爱汽车的我，从15岁便开始了专业的赛车训练。对于一个职业赛车手，汽油仿佛就是我身体中流淌的血液。其实赛车手的生活并不像登上领奖台肆意喷洒香槟那么的光鲜，背后的付出非常人能比。夏季比赛车内温度高达50-60度，防火赛车服就像个蒸笼，里面全是汗水，为了降温只能从脖子往里灌水。冬天印象最深的是去漠河的比赛，那的室外温度在-40-50度，手冷得换挡都费劲。电视画面上潇洒的漂移过弯，我的颈椎都在对抗巨大的脊椎拉扯，每次训练和比赛完我都是汗如雨下，浑身酸痛，脱下赛车服回到家就想洗一个畅快的热水澡。但是普通热水器的水量比较小，水温忽冷忽热，洗澡没有劲爽畅快的感觉。后来运动圈的朋友向我推荐了卡萨帝瀑布洗热水器 CR7， 他说大水量沐浴带来的爽快和赛车时的畅快相差无几。卡萨帝瀑布洗热水器 CR7 的出水量比普通热水器提升了70%以上，打开热水器，水流瞬间倾注而下，巨大的水流冲刷着身体的每一个部位，全身黏腻的汗水瞬间被清爽的温水代替。站在这个花洒之下，大水量带来的爽快就如同在赛道上飙车一样，每一脚油门刹车都踩得恰到好处，每一个弯道都过得干净利落。由于技制的影响，几乎每一个赛车手都会有颈椎的问题，我也不例外，每次训练完脖子僵硬，疼痛难忍。自从有了卡萨帝瀑布洗热水器 CR7， 大水量的每一股水流